热啊。对啊，高雄哎、欸，不是开玩笑的，还好我有阳伞。这不行吗？这是锅盖吧？啊人呢？等好久。啊怎么还不来？啊你站在旁边那么久不进来，在干什么啦？我在等你，什么时候 cue 我？没有啦，就是今天这个百货公司新开幕，我在旁边拍照很久。好，难怪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嗨嗨嗨嗨！本来想说很久没见到你了。不要再讲以前了，不要活在过去。阿乐现在红了。没有。他现在跟你对打。阿乐现在当我弟，你要给我主持十一点的。哎，不得了。这间百货公司哦，刚刚讲人山人海，刚开幕，哎，喜气洋洋。背后呢，你看一只大型孔雀，孔雀最怕去哪里？去哪里 ？KTV 啊？为什么？他去 KTV 会被收开瓶费。哦。那我问你哦，爱打麻将的鸟就是麻雀嘛？对对。爱洗澡的一定是喜鹊。对。爱打孔的呢？孔雀。错，就是啄木鸟。那我问你一个，哎呦，爱穿牛仔裤的鸟，爱穿牛仔裤的鸟，牛仔鸟、西部鸟，不是，是金丝雀，因为金。哦，有深度，有深度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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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这个你去哪里看哪个？哎，我昨天自己想的。他跟我录，压力很大。那你是不是很想要我的礼物？对，说了那么久。对对对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礼物特别，我是上次跟洪登辉。嗯。你该不会不知道他是谁吧？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灰。嗯，啊，玉涵你就不知道了。对。哦，你这么大胃啊你？不要。OK， 那不重要了。我跟他一起呢，去一家那个科技大厂，找到了一个很适合你的礼物。打开来看一下，答案就在里面。这是什么？你拿出来看嘛，因为我也忘了是什么。我在北方哦。三。二一，这是北风，我们店。但是呢，重点在这个，这个是固肝的。哦。哎，身体好。对，身体好的代表真正哦，有在真心的关心你。他会准备这个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啊你不会懒得收了哈。我不好意思说。哎，啊，刚好趁着今天开幕呢，我们就进去逛一逛。逛逛逛。对。奇怪，怎么还没进去脚就有点酸了、啊？为什么你已经体力不行了？哎，我以前也都不会呢，奇怪，到底为什么？啊，踩到柠檬啦，所以脚酸啦。哎，东西不要浪费，来来，哎，来柠檬，哎，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。这乖起来哈，新兵来啊哈。新民出血，干嘛啦？室内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是宝贝，你呵护你呢，因为你现在得了公主病，我想说哦，帮你遮点阳，因为这个灯光有没有也是有紫外线的。确定不是刷掉？对的。Hello Hello Hello， 嗨嗨嗨，失物招领。OMG OMG OMG， 看他的名牌地表，应该只有你一个人姓施吧？没有啦，还有爸爸妈妈、爸爸、爸爸。你确定你爸爸姓施吗？确定。是，今天是为什么那么多人？今天是我们一想时尚广场 SOHO Mini。SOHO Mini。这是我们的。你讲中文啊，你。你再讲一次，拿上玉米。SOHO Mini。SOHO Mini。SOHO Mini。收服他了，收服他了，收服他 ，open 你，收服他 ，open 你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留发的啦，我捧起微笑哎。你们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楼层的特色，这样。我们 B One 的话呢，特色是有三星的全体象旗舰店。哦。对 B1 的亮点就是三星的体验馆，对，他是阿乐，你知道的哈。人家叫他银如玉。我到现在都没搞懂那个名词的含义。那你现在懂了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因为平常不知道，今天一看吓一跳。哦，照这种逻辑我知道了，你是银乳女神，那我就是银屌天王。你不要踩到我，好痛哦！你踩到了啦，真的没有。前加入我们逸享时尚广场的会员，消费满3000就会送200元。OK OK， 他什么都知道。这个楼层快问快答，这个楼层总共几楼？321。来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叫什么？这个百货公司的老板叫什么名字？321。二
啊，是谁？你手是我大哥呢。我们上班的。阿手，阿手又多开一间了。哎，阿手，恭喜阿手。哎，小手啦，我朋友啦。可以啦，通过考验啦，人家啊，这个学有专精，要永远有保持一个企图心哦。对呀，你看阿乐都几岁了，他还是努力在力争上。我下个月26，等一下我们就去三星那里挑礼物。我跟你讲，我跟阿手是好朋友，跟他商量，叫他把这栋顶给我，然后我送给他。人家刚开幕，干嘛要顶啊？神经病，无聊，神经病。哎，这也是人好多。对，现场的温度哦，大概高达35度啊！我没办法，我这个已经粘在皮上面了。哎，说脱就脱，要走秀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哒啦哒啦哒啦哒！怎么搞成这首歌？算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这个东西不要乱放。香蕉哥，你的酬劳又来了。我穿什么？哎，恭喜！我跟你讲啊，我有多热爱三星。我平常哦都还随身携带三星的产品。啊，就手机啊。啊、oh, ，No！ 三星的产品。三星葱，这个地方叫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吉雅舍，非常好逛的一个呢，三 C 家电专门的卖场。应有尽有。哎 ，Anybody home？ 有人可以介绍吗？你好，你好。你的头发在哪里弄的？天冬拉酒用的。天冬拉酒啊。你不认识吗？那这柜是你管的啊，算是我管的，然后也会帮你介绍一些，就是像我们家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好笑，没有啦，你还有在玩游戏吗？你敢在阿乐面前讲游戏？阿乐是谁？他在玩游戏的时候，你还躲在他爸爸的里面。玩游戏，然后呢？玩游戏，它有120赫兹的一个流畅度。对对。啊，玩游戏不卡，因为玩游戏玩到正嗨的时候突然卡。对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你看到那个山上优雅正要那个了，卡住。发现什么游戏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！玉林哥是。玉林哥是应该送阿乐一只啦。来，拿回去。帮我擦一下啦！你给他倒上进来啦！我这么都无力啦，今年啦，阿龙好你啦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你不要再有压力，对，你就一直当小偷哦。OK 啦，这个你喜欢哦，喜欢啊？要打包了吗？帮我放好。来，继续往前走。吸尘器，哎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因为我怕自己被吸走，因为我就是尘。你需要待这里一下，因为这里还有空气清净机。空气清净机，好，现代人居家必备。你看你靠近它，我心中的尘螨都吸到这里面去。对呀，越来越糟糕。有，一直在吸。你过来。又是我，体验怎么样？2.5它都可以过滤得到。哦，那玉林哥的声音吹就会很干，一点点声音你就会就会硬卡。前头，脖子硬，脖子硬，对对。它可以分开一个无风，它就会没有声音。哦，可以让它静音就对了。手机你也懂，清洁机你也懂，越懂越懂。哎，吸尘器，吸尘器，来，家政妇阿乐 ，Action， 来配音乐来。我都搞哎，来，哇，厉害，还像我长得比较高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你们很大声，那他心里有200碗，其实都可以把第一个都吸起来了。啊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啊！无聊，几岁了？当地你再示范一下，第一个多低的，好低的，来。哇，现在摄影师相当的敬业，每个人呢啊都非常努力的在拍。没出息，痴汉！还拍着拍着，我在骂我儿子啊！咱正经在做工课，阿姨呢？吼，不会话无的，不输鬼！啊，再爱甲教对不？他们好像蛮羡慕的，因为他们看得比他还起劲。哦，这个厉害的荧幕，请看这里 ，QLED 8K， 太棒了！我现在马上买下来。来，数个一，来。一、二、
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千，来拿回去。好像不对啊，你得加八 K， 这边不对。啊，你欺骗消费者，你不是写八 K 吗？八 K 就是八千，是他的那个话术的部分，解析度到八 K。我是马掌哦，这个连他的零头都还零零头都不太够。我就可以拿去买其他东西。有啊，今天的衣服够。OMG 衣橱不稀奇，但是呢它是电子衣橱，电子衣橱还加了一个智慧哦，这个真的要请教专业人士了，很高科技。哎，有人可以帮我们解说吗？你是有在兼拆葬仪社是不是？你穿这个样子，鲜花鲜果家属打理节哀，这个电子衣橱洗送进来。如果是说你今天衣服是干净的话，不想洗，放进来，然后它可以帮你就是做一个除皱加杀菌。哦，除皱除臭，对，加杀菌。有时候衣服有时候在外面哦沾染一些微博哎，录完以后回家衣服脱下来，哎，赶快挂在里面除皱除秽，因为你们工作场合晦气很多，因为你那个节目有张立东，脏东西。现在的冰箱哦，日新月异，而且一台比一台贵。对呀、啊，这一台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轻敲两次，一目了然。来，敲敲看。哎，这谁呀、啊？先不要拿，李医师来来，鲜花，鲜果，死者回礼。这也会回你，对呀、啊，这，哎，是哪个痴汉啊？怎么爱你爱成这样、啊？他把我放进冰箱保存。对呀、啊，来转发给我。你为什么会有他这张照片？这个时候你在哪里？我在泰国。跟谁？他。哇塞！原来我是让这个一件大发现，你泰哥你当什么助理？住到他房间去处理。进到百货商场，琳琅满目的商品会让你有选择障碍，就像你的人生一样。但你的障碍不是选择，而是钱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吉雅瑟，吉雅瑟厉害在哪里？跟大家讲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这里跟莉莉家具一样。哇，新厨，美特鲁，鸡牙和鹦鹉几路。好，现在来到吉雅瑟的这一区呢，这个是耳机啦，啊，刚好呢利用耳机，我们就来玩一个读唇语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爸，读唇语。OK， 第一题来，吉雅瑟精银美学智慧生活。吉雅瑟精，吉雅瑟精银美学，瑟精美学，吉雅瑟精银美学，吉雅瑟精银美学，智慧生活，智慧生活，智慧生活，智慧啦，吉雅瑟精银美学，智慧生活，吉雅瑟精银美学，智慧生活，对，啊，我先跟你讲好，输的人要福利挺身哦。极简美型，很大。极简美型，没有，你才结扎。极简美型，极简美美型，极简美美型，极简美型。然后呢？无风智慧清净机。什么？你打这么蛋疼我？极简美型，无风智慧清净。极简美型无风自清净机，智慧。极简美型无风智慧清净机啊！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蓝牙耳机。在说什么？蓝什么啦？蓝牙。蓝牙耳机。蓝牙耳机。超降噪。蓝牙耳机。超降，为什么？最后那个字，噪。
酱造造造煎烫啊啊哦这个人在乱讲没有啦，这个音乐太大声了啦，真的超酱造超酱造。那你猜一题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说出的要福利挺身，来，你可以做几下？我不五下，五下好来，第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太低了啦，五，在哪里啊？不要闹了，右下角赶快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支持威廉粉团热闹。来来来，我哈蛮重视我的仪容的啦，我随身就有带一支负离子吹风机，对头发很好。对，刚好你的头发哇一吹一吹，哇秀发柔顺很棒啊。哎，我的负离子吹风机，来来来来送给你来。负离子。哎呀哎呀，负离子吹风机。无聊。无聊。再继续看。好，微波炉，现代人居家生活必备。对，但我没有。那你如果要吃火锅怎么办？就煮啊，看不用微波啊。用瓦斯炉。对，用瓦斯炉。啊！我刚搞混了，我还刚问你吃锅的事情，我把微波炉跟电磁炉混为一谈。我想说火锅就瓦斯炉。啊！你没有要纠正我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哈拉了。你看我们这样才小逛一下哦，就这么多厉害的家电，那可见哦，如果认真逛哦，就跟那个故宫博物院一样，对不对？三天都逛不完。逛太细了。有家电需求的人哦，其实可以来这边逛一逛，而且空间宽敞又相当的明亮，非常好啊！有机会来逛一下。萨瓦迪卡，你真的是泰国人吗？那你为什么跟我在那边萨瓦迪卡？是女生。哦，那你会讲泰文吗？哦 ，OK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？足浴。哦，洗脚啦。哦。哎，好的，我倒是真的要请你帮我洗一个东西。洗什么？喜欢我。玉林哥，哎，你怎么不自己把都交代？哎，你们做事情都不预告的，玉林哥翘起来了。我以为我失态，我想说怎么可以在女神面前，然后突然就举起来了？对，哎呀，啊，原来在举我的脚哦。对，那你坐进来。哦。今天啊，来这个按摩算是一个机缘啊，因为本来我们排定的是要去私密处逃脱嘛。私密处。那个不是叫私密处逃脱。密室逃脱。我想说真好，要在阿乐的私密处逃脱，那怎么逃脱得了？那是逃脱不了了。好，说笑归说笑，但是呢，其实现在脚是舒服的。玉林哥会怕痛？按摩的痛我能忍受，但是每次按脚我就触景伤情。为什么？跟脚有关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嗯，该不会脚是蓝色的？我以为有三只。那个时候他们叫我蓝脚土地。长大以后变成蓝脚鬼哦，你听了不会难过吗？你怎么会笑啊？这是一件伤心的往事。我觉得你蛮辛苦的，从蓝脚底你还要变成那个小龟头鬼的。对对。我小时候叫过小龟头啦，还有因为好动啊，小陀螺也有啦。我爷爷每次找我吃饭。小干哦，你肯定被那个假崩。这个笑话在本节目大概讲第十次了，可是因为每次都引起热烈的回响。哎，你们不要以为我痴呆，好像我讲过了，我都忘记了。你们不要再留言说你讲过N 遍了，我都知道，我算过了第十遍而已，第十遍对。那个洗要洗什么喜欢？对对对，有些土味的东西就是土味情话。可以一讲再讲。那我问你，那你知道要用什么去洗冰室吗？泡沫。哦，不是。嗯哼。洗面乳，洗面乳。嗯哼。可以可以。我有个朋友姓陈，得了性病。对。猜一句成语。姓陈的。朋友得了性病。不知道。陈腔滥调。我们不要再讲那么烂的笑话。好，我再讲第二个就好了。你还要讲？好，这是我从小钟的脸书看来的，有一个伤心的乳头。那乳头伤心欲绝，它就变成了哭乳头。那你知道？非常的不检点，他想要拿乳头。
okay, 不会啦，很好玩。然后其实还蛮多的了。我跟你讲啊、那螃蟹奇怪，它也没感冒，一直在那咳咳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它就喜欢甲壳，因为它是甲壳类动物。螃蟹撞到泥鳅，泥鳅很生气说：“你瞎！”对不起，我是螃蟹。欸、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妹妹哦，就是手艺非常的好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我们这边煮鱼完以后是要干嘛？等一下就要进行下一个步骤，厉害了。我们要去做那个泰式按摩。泰式按摩我真的不感兴趣呢，我还宁可要洗泰国浴。泰国浴？那泰国浴想那些？我洗泰国浴不行哦，奇怪。等一下真的帮我洗一下。对啊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帮我洗一下泰国浴，这个我在曼谷那个跳蚤市场买来的。好吧，等一下帮我洗一下。OK， 哎、欸，泰式按摩是这样哦，因为离这两个有一段距离，那节目的老规矩呢，都是要手牵手跳一下。三二一，啊！哎呦喂啊！什么？到了吧？上天的安排。我们节目另外一个流量密码，就是呢，女生呢示范男友视角 ，Action！ 不行，我今天那个来，好啦，老婆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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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洗，你洗，洗一下。对。出那么多年外景啊，像这种泰式按摩啦、油压、指压，多少我也都会啦。我等一下可以小帮你服务一下。我最擅长的是脚底按摩。脚底按摩，背部舒服。什么？为什么要用这个啊？脚底啊，用脚底按摩，让你的背部舒服啊。你来，你也辛苦了，嗯，辛苦啊。你要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不要玩弄这个玉子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把阿慧的一只弄坏了，我就去医疗用品店，我要买一只还阿慧。无穷匕首剑，荆轲刺秦王，该来的时候总是会来的。漫长的等待，我们终于开始要按摩了。连这个开场也有点……这本来是应该第一分钟就要开始的事情，对，拖到现在才开始，对不对 ，Doris？ 啊，阿乐，我妹妹。交给你了。第一式是什么？第一式，泰式伸展拉筋。哦，哎，你是没冲啊？我是一只吧。哦，你胸胸够卡的。一起。两张腿。哇！哦，你想哪只抽？人家都是娇喘，你来啊！来，第二式叫做是手部的伸展。嗯，手部伸展。哦。童趣十足，感觉像在儿童乐园。一道群投影。哎，为什么会有那种声音呢、啊？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听到最性感的声音。是我的肉发出来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有放松很多，然后很多卡关的地方全部松开。确定哦，因为好好的被按摩，越搞越酸，对不会不会，比较好。所以现在是舒服的状态。哎呦！你胃食道逆流哦。哎、欸，这可以治疗胃食道逆流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就把胃酸吐出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刚那招我可以学一下吗？开发第二专场，来来来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你这样。这样。哎、啊，用哪里？脚用哪里？哦哦，这里、啊。我这样哦。干嘛啦？啊，林哥，不可以，林哥帮忙。OK。然后接着拍拍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所以我用这个拍。
我本来想说今天可以来按摩，很开心，殊不知是一个苦行。好轻松。哎呀，哦。你卡恁爸较正经的你，你一直出这种声，你敢无感觉这个眠床已经凸起来啊？哎呦喂！又深又长的一口气，两吐火的龙啊！不要再闹了，赶快右下角订阅支持追踪威廉省欢乐颂。现在我们黑画面十秒钟，单听声音不要看人，看你们感受怎么样。如果你在家里面听到隔壁邻居的这种声音，你应该会打电话给警察，说有个儿童被虐待，一定有妈妈在打小孩。哦，真的是舒服的，舒服，舒服，是舒服的。哎、欸，等下你怎么哭了？眼眶泛泪。哎，而且这是女生哎、欸，你弄到男生筋那么硬怎么办？对啊，你照来。照来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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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今天很硬，对啊，哎对啊，想操。阿牛，你有没有弄弄啊？结果被男生骂，啊，塞阴阳，因为他刚做快塞啊，一下阴一下阳，啊，那呢塞阴阳。好，这是啊，这个按摩今天算是。好了，卡拔了。好，今天按摩算是大成功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到楼下去，我们想一下给下一集来宾的礼物。OK， 谢谢 Doris， 谢谢。谢谢。我刚已经跟老师学到精华了，来哦，拉住。太拉了吧！你是按摩按到人变僵了、哦。啊，在假的卡你也在那边搞成这样。哎、欸，这个我突然想起，最近很流行一个运动，起身运动。起身。哎，然后可以对不？后面有根棍子，对不对？想尽办法挣扎，让自己起来。阿乐的起身大挑战 ，Ready Go！ 啊！掌声鼓励。五秒钟，五秒钟。太厉害了！对，我是用头去撑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成绩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成绩。嗯，太好了，我们到时候再补发一张奖状去你家。没问题，可是我要奖状干嘛？嗯，那开心啊，荣誉啊。一个双人券给我。